哇哦 ，Hello， 哎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哎呦，他还会叫。对，你要是我破了他的颈部，要不然他会哭的很惨。颈部得屁股。他屁股，对。啊。他现在应该是饿了，因为他奶他会哭。饿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喂啊？就是把它放上嘴边，他会感应。哦。哎，放起来。哎呦，不。这还能喂奶，喂奶就不哭了。啊。用奶瓶的还是饿了母乳的形式喂。母乳，我没办法母乳吧我。行。然后这个你加上这个，然后你就可以试一下。对，然后把这个小孩的嘴巴靠近这个芯片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把这辈子还没想过能体验被母乳的。吃奶了。哎呦我在羞涩呢。这个太好笑了。吃的怎么样了呀？母乳。乖宝乖宝茁壮成长，茁壮成长，这太好玩了。谢谢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能体验母乳喂养。母乳。对。当了一次妈妈。